还看到，就是面对了美国移民局工作签证中签率逐渐的下降，即将毕业的华裔留学生要如何找到一份工作，可以合法在美办身份呢？南加大的台湾学生会就特别举办了求职讲座，并且呢，请到了美国的联邦司法部代表以及多位的资深业界人士，讲解履历还有面试的技巧，帮助更多留学生一圆美国梦。看台下学生全神贯注，因为这场演讲关系到他们未来的第一步，如何踏出美国职场。具有40年主管经验的皇家商业银行总裁田一红表示，作为敲门砖的履历一定要简明扼要，让我知道说他在学校的确是修了什么主要的科目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希望说我从他的课余的活动，我希望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有没有他的执行能力，他有没有领导能力。你要想办法说创造自己的品牌的价值，就是你不要去跟大家说跟随一样的这个步调，你要去想说你自己有什么特别东西。而面对通讯发达、资讯爆炸的时代，如果毕业生已经拥有完善的计划与明确的定位，田一红也鼓励学生勇于把握机会在美创业。各个国家，尤其包括中国大陆，多少钱过来美国，就是希望能够在这里投资，在这里成长。所以只要说你有好的 project， 我觉得在美国现在即使创业并不困难。建议想要留在美国，不妨从大二开始主动找寻实习机会，了解业界需求，方便选择可以学以致用的课程，甚至符合公司及移民局要求，更有利拿到工作签证。东森新闻李宗尧、唐孟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